唱歌吧，不必伤悲。唱歌吧，找回黄金岁月。因为最近的有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，所以我们就讲啊，你写一条歌，家己的心情诉说出来。因为过去咱捌经过迄个大红啊，赚真侪钱，无甲钱当钱看，所以才会拄到这有诶无诶代志安尼。所以就人若要，我是认为安尼，人若要觉悟，也过会富啦。所以虽然已经六十几岁吼，啊，我咧尽量啊，今天我直接这个歌叫做《黄金岁月》。哎呦，还可以啊吼，因为用心情啊，我直接介绍第一摆的电视由咱荣麟老师吼，我直接。黄金岁月，献给咱家的乡亲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张沙哥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歌词，用有多少人可以人生可以重来，有几回的春秋可以重写。人老了不能哭泣，没有抱怨。有多少人生可以重来，有几回春秋可以。重写，人老了不能哭泣，没有抱怨，只问此生是否曾经峰回路转。喝了酒解不了忧愁，喝了酒思绪带冲头，唱歌吧，不必伤悲，唱歌吧，找回黄金岁月。向前吧，不再低头，向前吧，展开灿烂永久。掌声鼓励。